三个问题是，右边甲状腺肿可以用姜泥吗？那他颈后有长了一颗脂肪瘤，大概4公分，可不可以用姜泥？因为人有到现场。哦，人有到现场，意思要叫我看一下是吧？四公分的哪一位？在那边。好、哦，在，要不要出来？还是，男生比较不会害羞了，哈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肿瘤，你说四公分是吧？哦，这个是后面。哦，这个，你去，这个应该是脂肪瘤吧？对，脂肪瘤，脂肪瘤要不要处理？不要。其实不用管它，不痛不痒，你知道吗？不痛不痒，你干嘛要处理？那如果真的要处理，他说用姜泥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但是我建议哈、哦。如果要处理它，应该怎么正确怎么处理呢？这里不要揉，揉哪里？枕骨下缘，枕骨下缘揉了，这或许可以慢慢消哦。然后温敷也以枕骨下缘为主，那这个要不要温敷也可以。那是不是一定用姜泥？不一定，因为它没有破皮嘛，软软包就可以，红豆袋也可以。哦，这样回答可以吗？可以。那那个甲状腺这边肿起来。甲状腺这里肿，怎么处理呢？一样揉头部这里枕骨下缘，还有颈椎，然后温敷也是温敷这里。所以反所有瘤，你不管是良性或恶性，我们处理方法有没有一样？都一样的。也就是病毒，不管哪一种病毒，我们的处理方法也都是一样。所以你不用分别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所以可以这样处理。好，那这样可以回答到了吧？好，好，就这样。